家人们好，您家的苗子是不是经常死磕烂根长不好呢？这种情况大多是得了根腐病，因为根不好呀，什么都不好。万物根生则生，根亡则亡，根腐病对作物的产量影响巨大。今天我教你一招提前防治根腐病的配方，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。像甜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瓜果蔬菜，只要你是种菜的一定用得上。根腐病呢，在发病初期并不明显，只有把秧子整颗的拔出来才能判断它是否发生了根腐病。但是当我们开始重视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已经晚了，作物已经发黄，叶面发黄，萎蔫，慢慢枯萎，所以提前防治才是关键技术。下面这个配方轻松搞定根部问题。每亩地呢，用良田根腐清一桶直接冲湿或者是滴灌，除了防治根腐病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，还能促进生长，防治病毒病，治疗萎蔫枯萎病，清枯病，改善土壤，增强抗病能力。瓜果蔬菜都能用，不管是发病中期还是预防，一遍就能立竿见影，两遍后期无忧。您都学会了吗？赶紧去试试。